现在2880。飞繁殖器有来过这边，就有看到。但是其实人多，但是会来来去去，比较不会停留那么久。对，啊，有一些要想法是面对阳光。那只应该是大人哦。对，因为它很胖。应该是青鸟，它很哇，对，就是它，对啊，它好漂亮哦，应该是青鸟，超漂亮的。我先找一下，蜂鸟吗？不要再往后退。还在吃吗？所以，可是我刚看到有人飞到上面那个他们原本的窝去，原本窝那只好像后来又飞出来，飞出来了。对，我看那边我知道有一只青鸟，上面我记得好像也有一只。如果它没动的话，你看哦，青鸟上面的那个石头应该会看到翅膀。哦，但我不太确定。
较常来拍的，应该说比较多人。应该是刚好是季节，而且它比较难得。哎呀，出来了。